乾德门子女未奔丧因现任妻，真正原因曝光。乾德门告别式，图特约记者无证张社，20001802.24。乾德门告别式结束，最遗憾的是他的亲生儿女为返台奔丧，外界认为和前妈王雅涵有关，质疑当初他因进入前把婚姻是小三，才让儿女不谅解。对此，前妈透过经纪人澄清，我跟前爸当初是各自离婚十年才结婚，在那之后父子俩依旧有联络。其实父子真正失联是2001年前正涉入盗版光碟的案子之后，他子子出机票送他去美国，才会到现在都没联络。乾德门与第二任妻子王雅涵图资料照片。乾妈觉得乾正不回台奔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事实上当初要发讣文时，乾把经纪人因为要列孝子女名单询问了乾正的子子乾与乾正的老婆名字，不过都被子子拒绝，可见亲子之间的感情恐怕已经决裂。而乾德门一生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生了两个孩子都待在国外，第二段婚姻则有两个女儿是妻子与前夫所生。他也不会连当年是因为婚外情才跟儿子乾正的妈妈离婚，也不否认儿子可能会恨他这个做爸爸的。父子俩后来在乾家奶奶的丧礼上见面，也只有礼貌性的微笑。看来这桩家事即便外人不想关注，恐怕会因为乾家人彼此间的心结未解而浮上台面。